主料，香椿芽1000克，鸡蛋5个，辅料，油250克，盐10克，玉米淀粉、面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香椿洗净控水，放入一盆中，加盐，用开水烫一下带变色，捞出控水，取一容器磕入鸡蛋打散，加入面粉和淀粉搅匀，把烫好的香椿芽放入鸡蛋糊中，沾油蛋糊，取一静朝多做火烧热，倒入油烧至七成热，把沾好蛋糊的香椿芽一次放入油锅中，炸至金黄酥脆，出锅，全部炸好后装好盘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香椿富含草酸，用盐开水烫一下去除草酸。二、炸至是外表酥脆金黄就好，时间不宜过长，以免损失营养并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